和记者一样想要吃冰淇淋来消消暑吗？到底什么样的冰淇淋 CP 值最高最好吃呢？我们来听听民众怎么说。榴莲仙人掌，榴莲跟仙人掌 Sesame flavor 哎、欸、豆浆啊、没有哎、欸、土耳其冰淇淋我不知道啊，没有哎、欸、你买这样回炒冰，做炒冰吧，把冰然后放在盘子上，你要是假装它融化的样子，会冰在冰箱刚拿出来的时候你要等它一下，你知道吗？比较熟就要立马回家，很麻烦。为了要买它，可能就会尽快回家之类的。Probably no.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in Taiwan is really high. I mean, if you're outside for maybe 15 minutes, it would be partially melted. 不会，回家。会，不好拿吧？如果宅配到家就好。开派对的时候有，平常不会。就是运送过程比较麻烦，因为要带回家这样。颜色缤纷，口感滑顺，它就是来自纽西兰的第一品牌蒂纽冰淇淋，严选纽西兰纯净鲜奶而成，食材挂保证，绝无添加任何人工色素及化学香料，百分百纽西兰原装进口。哎、欸，小姐，你有一件包裹，麻烦帮我签收一下。现在有业者推出超值免运优惠组合，两公升纽西兰原装进口冰淇淋，加上三个单品，只要750元。此外，还免费帮你宅配到家。现在只要拿起你的手机，上网搜寻“涛涛买蒂纽冰淇淋”，六款超值免运优惠组合等你来挑选。有了涛涛买，宅配到府不用怕，你也可以在家享受高品质冰淇淋。蒂纽严选纽西兰牛乳，不添加人工色素，让夏天吃冰每一口都冰凉又安心。 TalkTV 新闻台北报道。